而且呢，旅游的是呢，花谢的呢，落地的，真的是不夜城。然后第二个，第二个东西是呢，香树树花，给牛不华一起开的，像花一点的，小小的，非常可爱的。然后晚上，我看见的萤火虫。然后，所以那个这首歌曲的第一段是那个描写油桐花，第二段是描写香树树的花，然后第三段是萤火虫。